被那个鬼机版做说话，是可以改的，因为它外星人没有关系，出现不是这局部的局部。这只猫主数是喘，然后呢，它年纪也没有很大，它年纪也不大、哦、然后你们看到检查数字，喘。然后这只比较特殊的地方呢，就是我找不到它心脏，我穿过一场，我找不到心脏，找不到心脏，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它气胸了，气胸。我说你穿，我说你 S， 因为他们什么资料都没给我、啊嗯。我说你赶快把穿 X 光给我看一下。果然是气胸。那你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他也没有车祸撞击的病史都没有。我们这种叫做 spontaneous 自发性的气胸，自发性的气胸在心之丛容易看得到，再来就是像肿瘤这两个。哦，所以有时候你会照到，哎，奇怪，他明明没有什么车祸的病史，为什么会？自发性的气胸，那你就要把心丝虫跟肿瘤列入考虑。这里，他心脏是浮起来了，他没有贴着嘛？对，嗯，我说难怪我找不到，我找不到心脏。那后来怎么扫心脏穿过？你知道？站着扫，猫站着也不行啊，悬空。前面两只脚抓着，后面两只脚抓着，悬空的这样扫。我们这样扫的时候，穿空气往上，所以你就不会去阻隔到我们的探头，你一样可以做。要心脏往下。对，一样可以做。猫乖乖的吗？哪有一直动？猫不可能乖乖的，只是猫小只啊，然后悬空还 OK 啊。还可以对呀、啊。好，所以你开始看这边，它现在卡在这边最大的问题是渗透压很高，到347哦。渗透压是你们的机子会自己算吗 ？iTest 会自己算吗？会自己算哦。然后347，那它主要是卡在那那个哦，那174哦，那这边最高抓到165 ，iTest 的话抓165，它到174，这个狗超过一。狗大概接近大于等于170，哦，猫大于等于175，就算是高钠，你要把高钠的疾病列入考虑就对。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区别高钠的疾病嘛，哦，然后再来，因为它的氯不高啊，氯还 OK 啊，还算正常，所以它纯粹是高钠。这种是确定是高钠，不，有一种脱水是钠高氯也高，那不算。这种是只有钠高氯不高的，所以这个属于高钠这样子哦。那当然高钠第一个你要排除它的总蛋白高不高？总蛋白现在7.9也没有到很高，没有超过8.9，它这边抓到8.9，对不对？所以它也算是没有不属于脱水型的，对不对？我们说过脱水型你的钠跟氯要同时高，所以这种跟脱水是没有关系的。它属于正血量性的，我们有低血量性的、高血量性的、正血量性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脱水属于低血量性的，你的总蛋白要稍微8.9以上，它属于正血量性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找钠高正血量性的疾病有哪些，这是我们要区别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啊，它有分高血量、低血量、正血量，我们就找钠高正血量性的疾病有哪些，我们要区别。哦、所以这个疾病最大是在区别这个地方、哦、是在区别这个地方、哦、然后乳酸你说刚好多一点的 2.0 一样，最好是 1.96 以下、哦、它 2.01 稍微高一点，即使有肿瘤也不是很恶性，我的意思是这样、哦、不像刚那一只到 4.24， 这只才 2.01 而已、哦、然后它的 BUN 0.8 Creatinine 21 BUN 除以 Creatinine 大概是28、哦、所以他抓低值是0.8，
哦，也不排除脑部有问题。那你就要看白蛋白跟球蛋白，白蛋白目前 3.2， 球蛋白 4.8， 哦，球蛋白白蛋白还不至于太高，我的意思是这样，哦，但是球蛋白 4.8 算有点高，算有点高。啊，其他的白蚁球没什么特殊的，红血球也 OK， 哦。提醒你是6.6。渗透压可不可以说一下？渗透压就是用两倍的钠加钾，哇哈，就是两倍的钠加钾，再加上 BUN 除以2.8，再加上 glucose 除以18，它的公式是这样算。不好意思，那就是高低的话代表什么意义？哦，比如说在狗315，猫298，那狗正负15，猫正负13，这样。那通常譬如说过高的情况下，就我们就要看钠。譬如说这个 case 是钠上升为主，哦，然后而且它是属于总蛋白正常，所以我们就说它算是正血性的，哦，不是正血量性的，正血量性的高血钠，因为它氯是正常的。啊，那174嘛，氯是正常的哦，所以它渗透压的原因是它在钠太高。没有说过高是什么疾病，过低是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就要看每个元素的问题，有的是glucose过高，那是糖尿病有关，好，哦，所以你要看你本身的渗透压高的原因，你就要看个别的原因了。那以这个 case 就是我们刚讲的正血量性的高钠。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区别正血量性的高钠。然后夜尿这边有什么异常吗？应该还好，对不对？血糖300算高一点。然后尿比重多少？没血。高血量性、正血量性、低血量性的高钠，这里，哦，都在我们的血液气体那个表格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去区别这里哦，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验尿液？要看它是不是纯水流失，它钠没有流失掉，只是把水分排掉而已，哦，只是钠吸收回来嘛，水分没有吸收回来，拼命排的，叫纯水流失。然后一部分是 BI。BI 是尿崩，哦，所以你要看你尿崩的原因是什么，跟糖尿病有关吗？因为它glucose不高，不可能是糖尿病，那是不是跟脑部有关系？我们去光它的 creatinine 0.8 是偏低的，哦，是不是跟脑有关？哦，要看，哦，所以它走到正血量性的高钠，哦，大概只有这里。那这里的所谓的纯水流失就是刚讲，它只是把水排掉而已，它钠跟氯并没有流失的很多，哦，所以钠留在体内才会有所谓的纯水流失。那纯水流失不会只表现在钠里，哦，纯水流失的钠都会高得非常高，然后大部分都是跟脑部有关系，跟脑有关，哦，所以是不是脑有问题要进一步再去排除了。那高钠里面包括低血量性的，就是 PUBD， 尿的比喝的多，所以会呈现低血量性，哦 ，PUBD 高，哭血，肝不好，肾不好，烧烫伤，这个是最常见的，哦，高钠性的低血量性的，哦，跟脱水比较关，哦，那跟疾病是这里。那如果是高血量性的，高血量性是跟空心状，猫的空心状 ，aldosterone 过高，跟 cortisol 过高有关，哦，所以这边也是有可能，但是不常见的。那最常见的是高钠。然后属于低血量性的，啊，你的总蛋白很高的那种，超过 8.9 的那种，哦，这个反而比较常见，肝不好、肾不好、脱血、PUBD， 这个比较常见，哦，那正血量性就是我刚刚讲，跟尿崩可能比较有直接关系，哦，所以因为它是纯水流失嘛，所以你的尿比重要偏低，对不对？你都排出去都是水而已啊，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啊，嗯，哦，所以这种才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正血量性的高钠，啊，这是我们要去区别的，哦，那尿崩你要找尿崩的原因是跟肿瘤有关，
一部分跟糖尿病有关，啊，那一部分跟脑袋有关，一部分跟肾脏有关系，因为它 creatinine 才 1.1 啊，所以我不认为跟肾脏有什么关系，然后也没糖尿病嘛，啊，你只剩下肿瘤你要排除，跟脑袋你要排除，目前就这样，啊，正血量性高钠血症，纯水流失里面哦，我们要排除肿瘤跟脑部这两个问题。那肿瘤跟脑部跟我们的喘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主诉是喘，对不对？那除非你的纵隔腔有肿瘤。我们刚刚在 X 光下是看到气胸嘛，对不对？你再看一次，乳酸 2.01 哦，所以这里你有看到什么很特殊的吗？除了气胸之外啊，哦，那气胸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让吸氧气去置换这个肺脏里面的空气，哦，把它置换出来就对了，哦，它就会去改善。那一部分呢，我们的胸腔哦，你只要伤害到三分之一前三分之一的胸腔，那就可能产生纵隔腔的气胸。纵隔腔的气胸，气胸是吸氧气，吸氧气不是针插进去，没有，直接先让它吸氧气，针包插进去就死了，太紧张。是插针进去吧？没有，我们都是先让它先吸氧气，然后呢？如果会改善，再反复照个 X 光嘛，会改善，那就是这样就好了。回家也要吸氧气，如果不会改善，就像你说的，才会侵入式的去做，对啊。嗯，就先看了，啊，主要是第一个，我找不到曹云波。我找不到心脏，我才要求他给我看一下这只的气胸的原因呢？这只我们刚说过了，自发性的气胸，他没有车祸撞击，什么摔到什么都没有的，跟心丝虫跟肿瘤有关。我们刚在高血钠、正血量、纯水流失里面也要考虑肿瘤，哦，那你就要排除肿瘤的因素，你要去找。那它最有可能是在纵隔腔，目前从这 X 光片来看，因为纵隔腔这边是看不到的，这边是看不到的，哦，所以是不是纵隔腔有问题？等一下要去排除，因为它还要跟喘有关系嘛。那我们刚说过脑部肿瘤，那纵隔腔目前有三个，那心脏是不是有问题？等一下做就知道了，有四个要区别，心脏、纵隔腔、肿瘤、脑部这四个。哦，在正血量性的高钠血症的纯水流失这个项目，我们要去区别的疾病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超音波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工具，而是你前面区别了多少疾病才对。那超音波只是证实有或没有嘛，严重度符不符合嘛，这样而已啊。哦，所以你前面的区别诊断，我觉得比较重要啊。而不是说超音波你会少不会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那现在心脏下缘一层白色的那个是血管，你说这个带状白色吗？带状白色，嗯，这一条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它上面也有两条。嗯，没有，你像这个是血管的几率大一点啊。是，对啊，这个是纵隔嘛。对，嗯，你说这条带状是血管不太像，有可能是皮肤皱褶也不一定。对，那不用管。好，好，所以现在就是卡在它有气胸，叫自发性的气胸，你要排除肿瘤跟心丝虫，在心丝虫很多。人家的心脏是圆形的。是啊，所以不排除，因为它主诉是喘，哦，所以不排除心脏是有问题的。不管心脏的问题、心丝虫的问题。肿瘤的问题跟喘你都要排除，当然这种 case 最好你第一线能做血液气体是最好的，血液气体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哦，但至少没有血液气体能凑就尽量凑啊，哦，所以一个上喘，你说是不是跟中毒有关系？这主人也没有说，他说他不可能中毒的，然后这只猫被好几家医院拒绝嘛，都不接啊，对啊。然后后来学长来接了，我才去的。对啊，为什么被拒绝？这没有跟我讲，只跟他说好几家医院都不接。没有，那妈如果传了进来，我也不想接了，十之有九只会走。哦，啊，如果已经被赶了很多家，我就接了。对啊，
哎呀、啊，就是证明说真的没办法救了。对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嘛。我们一般都是左侧躺，对不对？然后左侧嘛，我傻下去是这样，我什么都没看到。哦，就知道一定是气胸。哦，回头去看，啊，真的是气胸。被空气挡住，是吧？啊？被空气挡住。对，阻隔掉，我什么都看不到。哦，那你后来只能就是让猫站着，从下往上扫，只能这样。但是那个画面都不好看了、啊，很多猫画面都不好看哦。但是组织一样可以分析，你等一下看就知道。所以猫怎么样，我们几乎都可以分析了、啊，问题不会很大。这是常见的疾病，有这些你要去区别。哦，这是刚讲的，正血量性高血钠。我们要去区别的，血压大概132/86，啊，你看那个，那台是贝塔20，跟你一样，那个舒张116，我说你每次都给我个平均121这里，我们的脑压大概才十几哦，121-10几，那每一只的灌流压都破百。我说这个时候狗猫应该早就死掉了，所以说你只要给我一个舒张压不要超过100的，我就可以接受，否则你的平均血压几乎都是120几、130几啊，我怎么减你的脑的灌流压都超过100，你懂我意思吗？我就会要求重做嘛，好不好？怎么办？对啊，至少还有86跟132可以看，心跳161/7就不会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 case 是自发性的气胸，那要找自发性气胸的原因。刚讲心丝虫跟肿瘤嘛，然后正血量性高，那我们要排除肿瘤跟脑部，哦，所以就是尽可能排除吧。它的画面不会好看到哪里，它没有办法。我们站着扫，然后猫又一直动。正常他做什么二尖瓣有没有？站着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画面你就踩，对，踩出来是这样，这是右心室出口。气胸可以放高压压吗？不行，也不行。气胸就是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肺泡如果有破掉，那高压有可能让这个肺泡破掉更严重，对，因为你还不知道气胸的原因是什么，对啊，像肿瘤也不建议给高压，你只要怀疑有肿瘤就不行，出血的疾病也不行。做出来画面都没有办法很漂亮，哎，大概只有这样而已，所以只能尽量。但是组织分析一样会过，嗯，这如果是狗应该是过不了，但是猫可以，嗯，这时候才看到三腔是。感觉到跳动而已啦，什么都没看到。对对，他后来是让他站着把扫完。他躺着反而什么也看不到。心输出1.11，心跳217。VTI 才6.9，确定是低的，哦，正常要10嘛。狗猫都一样的。一样，嗯，大概猫会抓到10，狗会抓到12，大一点狗会抓到14-16，人大概都16-18，对。
你比较少在做你自己了。没有，我没有少过我自己。这是主动脉 ，AB trace。练心操可以拿自己练习吗？可以啊，但是你要买成人的探头，你的探头都不能用。是 M4C 3SC、这两只可以，但是你要再花十几万，每一只。我之前是去龙总，请他帮我扫。对。他好像十分钟就扫完了。对。他跟我说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去龙总扫？那时候就感觉很容易喘了，然后我就去做检查，那边医生就说你没有什么问题啊。排了多久？我记得很快。真的、你是预约去的吧？对啊，是他开一个检查的单子，然后我忘记有没有隔一个礼拜，再隔几天去这样子。但是我去检查的时候，那个他动作是很快的，一下就扫完了。他解了后面就没有像那一次那么多了。他只是大概的呀。对。有多少程度多少次？现在林口长庚那么，二科那时候我去二科嘛，成人心脏二科，他们扫一个 case 哦，就是护士把心电图接好，病人都打完了，那主治呢就开始扫。短轴、心尖、四腔、三腔、两腔，然后主动脉短轴、胸骨旁长轴，这样三分钟半，然后再一分钟半，护士在这一分钟半的时间之内哦，他要把56个画面全部截取下来，对，然后该算算完，然后再一分钟半。主任就开始写报告，结束，所以一个 case 大概不会超过7分到8分钟，全程嘞，因为他们 case 太大了。他的一出一晚上22.7，跟心脏是一定有关系的，心一静的。虽然画面没有很好看，你看你这里看得到什么吗？下面那么白是什么？什么东西？就是那是镜像。你自己往上看，这个地方感觉很对，那边是一个镜像，因为我们扫描角度的关系，我们从下往上扫，对，因为不是标准画面了 ，FS 还有51，就多找几个画面吧，我们只能有就截取，有就截取了。这 case 大概抓250个画面左右。但是每个数据几乎都有出来，虽然画面不好看，但是连组织都有出来。对。它主动脉是偏大的哦。左心房会小一点，比值0.66。左心房小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主动脉都是主动脉大，所以比值来说才会小。主动脉大是压力比较大。主动脉大看是不是代偿还是去代偿，对。你看上面写到哪里？
也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对啊，因为实在是很小，由下往上扫的，对啊，只能尽量了。这应该在三间半主动脉短轴的位置。前面在找三间半了，中间黑色是主动脉，主动脉，所以这个画面应该是主动脉短轴，在找三间半逆流 ，CW， 对。在这个状况，回去照我们的方式吃药，然后让它吸氧气，就改善很多了。后来我还有碰到主人一次，我自己做约诊嘛。然后主人就持续一直拿药，对，状况是好的啦，对啊。这就是为什么被拒收，我也不知道，对。拒绝的话，应该要有一个好的理由。不知道要不然客人一般会很生气，就是前面几家拒绝了嘛，啊，到学长那边学长就收啊，对啊，80 FS 51 一除一 Plano 12 新输出 1.1 对，那配发包跟他气球有关系，有可能都有关系，变成肺脏被压扁了的感觉，对，我扫不到心脏，有更好的方式啊，有看到心丝虫吗？这 case 我没有，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纵隔淋巴，那个就是赖上面吧，这个要看吗？还是你私下给他看就好，就是没有，刚刚有大概有讲的。你看这个组织随便做都会错。我的前端不行了。因为有时候我想说，我肚子都可以做了。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呼吸量比这更小，这是四相似，但是颠倒，右边那边，左边那边。现在做的是左边吗？左边。我说左右心室，我们现在是颠倒的。对。对啊，因为那配合病患。对。非常的有切出来就不错了。然后又气胸，然后变吸氧气，然后又会动，然后又要手冲脱，对，很忙。对，光抓就要三个人了。对，还有给供氧四个人。还好你们有够多只手可以。是啊。所以我觉得说差不多，有时候没有人抓就是一个问题。对啊。这样也过啊，对啊，只是心跳悬殊太多，有没有？180几到240几，他不让你过而已。那你再尽可能挑心跳数差不多的。你
定有抓三个哈塞狗，你还可以挑。嗯，对。伯爵。情况没有很好，你看那边红色的整片是蓝色的，我们看 GWE 多少，我忘了，应该是不高了，低到多低我都不知道，我没有记。Average 才多少？负12.5啊，真的才负12。瘦瘦就不好，瘦瘦就好。你看这边，整片都不及，红色都不及格、啊。嗯。这样你会给皮毛吗？皮毛吗？嗯，会吗？会啊。这只鸡倒运应该是蛮惨的。嗯。嗯。要看才知道。这边二尖瓣关闭跟主动脉打开时间是重叠的，应该可以再调整一次，否则会产生。真的54啊，七老不是太低了，太低了。看它的纵隔，看起来还好。看淋巴结吗？嗯，这也是从那个箭头去扫的。对，从干叶往胸腔扫。没有看到是吗？有啊，就没有没有大于0.4。这里也是哦，这里大概在6公分左右哦。看看，因为这深度已经到6公分了，这颗到0.76，听说这个画面，你叫我找新视虫，我也找不到。对啊，因为画面不够好，眼睛上都看不到。对啊，眼睛都看不到，没有错。那超音波是我硬做的，站一般的猫快塞心丝虫怎么验呢、啊？那没有办法，你绝对你有虫你也几乎验出来100%都是阴性啊，因为它没有5条让你验啊。对啊，那快塞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边都是虫的。5条是什么？啊、5条心丝虫，4母1公嘛。对。对啊，猫这边确定它淋巴结都是肿的。纵隔腔淋巴结都是肿的，对，但它的乳酸不够高，才2.1，不像刚那只是4.24，对，所以我认为都是就可以改善了，刚出了，对，啊，扣力虫是3.1嘛，对，我们就不要碰，3以上我就不碰甲基类固醇。那都是可以吃一辈子吗？吃个半年 OK 吧？对啊，
吃太久会也不会怎么样，因为这剂量很低，我们让他吃一公斤五蜜光一天一次而已。对，后来他就改善了。嗯，对，是要四母一公才验得出来，就是说五条虫要有一条母的。对，如果都公的就没有也不行。所以我们之前在竹南碰到一只伯母，没有，五条虫要有一只公的，四母一公。没有没有没有，他规定有一条母的，一母四公。对，一母四公。对，就是都是公的就没有，都是母的也没有。都是母的可以，因为它是验那个母虫的阴道分泌物嘛的抗原嘛。嗯。就是都是公的就没有。这边到 1.03 公分哦，这边就蛮大了。最上面是横膈哦，这一次横膈。只要记得17多公就可以了。下拉六公分。真的记得住了，就不用什么公的母的，一七多夫。或者是女人国，女人国，对，因为有时候跟客人讲说，哎、是四公一母还是四母一公？啊、有可能要想一下，人家应该都记得住了。嗯，一妻多夫。那如果两母三公呢？也可以吧，理论上可以，至少就是要一条母的。对，那要有五条虫的量，对，但是要有五条虫的量，那猫绝对不可能有五条虫啊。对啊，它快筛是怎么敢做出来？没有，它是用阴道母虫的抗原去做的 monochrome。那它的那个的话，就是说去赌它是就只有那一条是母的。对，所以你一定要一条母虫啊，都是公的也不行。对啊，如果是猫的话，就赌它这一条是母的，这样几率太低了。对，都是公的也不会再生啊。对啊，但是会是被蚊子在叮咬再生啊。所以我们之前碰过一只是博美嘛，他心脏36条虫，验了8次 kit， IBS 的 kit 都是阴性的。那所以他给我们的解释，这36条都是公的。我说这应该是官方说法而已啦，所以不是。他结果用 HESCA 验阳性啦， HESCA 另外一家，他只验心智虫。也是有漏食的时候。当然啦、啊，因为 HESCA 当场把它打脸了、阳性了。HESCA 是哪家？韩国那一家吗 ？HESCA 不是，是美国的，以前是美军代理的，徐世平啊、哦，美军代理的，美军。但是这样子也很容易被打枪。所以你看，后来台大在去年底，他们在讲的时候嘛，他们讲猫的 HERDS 嘛，哦 ，HERD。哦，他们也是用 HESCA 的，但他们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嗯，对啊，都是用 HESCA， 因为我们根本验，你用 IDS 绝对验不出来快筛是阳性的、啊，但是 HESCA 可以啊。对啊。HARDS 是？就是猫心丝虫相关的肺脏病变。哦。对。它为什么这样去描述呢？就是说它并没有显著，他应该是验出他的抗体，也就是说抗体是阳性的，但是并没有验出他的抗原，你懂我意思吗？才会叫做心虫相关的肺脏病变，他认为他还是有心丝虫，只是你验不出来。对，那应该都要超音波去确认的。是啊，但是台大的超音波报告非常非常非常之亮光。这是脑部了，下面那个是脑下垂体，脑室，对。那大一些，079。对。没有079是脑室，0.64才是那个。对。过去了，好吧。嗯。脑室也是比较大一点。对。0.79了。对，也大，超过0.25就大了。你看这边整个都是白的，对啊，整坨都白的，长到里面去了。对对，我们刚说过要排除脑部嘛，肿瘤，
心脏嘛，哦，纵隔腔四个，对，纵隔腔确定是有问题啊。嗯，那心脏的收缩功能也是很差。那他的心脏那么差，他缺氧型的乳酸增加也是有机会。对，但他乳酸才2.01啊。乳酸对啊，嗯，他很喘，很喘，很喘。很喘很喘，还据说如果猫死掉，这样不会有力了，对不对？啊？怕它死掉啊，就不要在院里面死掉这样。比如说，某一家拒收，然后我在转诊途中死掉，那不会有力了，对不对？变人球的意思嘛，可能求小妹妹。不要在我医院死掉就好了、啊。因为你拒收，所以我的猫死掉。没有，我说这个我们。小庙呢？小庙啊，这个可能要去哪里啊？你就赶快叫他去哪里啊？都把推给中心啊、哦。中心没有办法看脑袋啊。管他的，就推给他就对了啊。嗯，能不能看其次啊，不然就推给全国啊。啊，所以有时候脑室哦，会再刻意用12楼看一次。比较明显。如果是自己要看的话，觉得这个危险的话，看之前就要给他签一份那个医疗同意书，对，说这个是很危险的、欸，已经有告知了。对。今晚就挂了。哎、欸，那个不用，他只要抽血就挂了。嗯。那这一支等于是，我不知道他们前后的顺序是怎样、啊，至少我去的时候血都采完了。对啊。尿液是我去才验的，对，我要去区别它的高钠，对呀、啊。他为什么一直停在这边呢？一定是有人跟我讲话。像我算 URK 吗 ？URK 吗？也算啊。也算。嗯。从里面长。对。长过去了。嗯。因为猫都会看到明显的一坨。猫比较不会像狗，有时候会看起来也像是或不是。对，猫脑部的问题就是一坨。对啊，所以猫反而比较容易去告诉你是嘛。对。比较有信心。对，没有错，因为它就是一坨、啊，正常不会有这一坨、啊。对啊，所以猫的争议性，我觉得没有像狗这么大。对。那至少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去控制它的脑压、灌流压。这些都是合理的，在治疗的范围之内。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些监测的数据，你没有办法从这边去改善他的脑部。对，现在问题卡在这边。那我们那个虎虎啊，对，他最近就是大便会时好时坏，他就像那个双麒麟的样子。对，就是捏不太起来的那种程度。对，所以给一个益生菌。我还没有这样建议给他，因为他都一直在吃东西啊。对。哦，我在想说，隔两个小时就可以了。有没有需要药物做什么调整啊？还是说，因为之前他有吃灭杀素，但是现在没有在吃。他之前停尿的原因是因为他食欲变很差。对，我知道。所以如果东西拿掉改益生菌呢，会好一点吗？试试看。不晓得。嗯。益生菌有推荐用哪一家吗？没有吧，随便跟我干嘛都要了。想到。对啊，有效就有效，没有效就没有效。那个国欢，国欢的，哎，狗猫专用的，对，好用。哦。你这个好像益生菌啊？你是在干嘛？改善什么？改善便秘，改善便秘，肚子改善便秘，那肚子，就增加肠道的好菌嘛。没有，隔两个小时就可以了。隔两个、嗯。那个号称抗生素可以。哦，它耐得住这样子。对吧、啊？他说的。好。也是好用啊，也是好用。隔两个小时就可以了，这些都不是问题。对。它有抗药基因，对不对？啊？它有抗药基因。我不知道、欸，反正他说可以啦，主人方便，我方便，大家都方便。对。嗯。反正他有买的就好了。
因为我最近看到的益生菌啊，对，都造成便秘，哎，就表示他不应该吃益生菌的。对，我看到了几只啊，主人都说啊，半晒半尾草，我说你给他吃了什么益生菌，我看到了他都便秘，哎，那这时候应该是配合他水喝太少，但是也是不是？里面会不会加什么止泻或什么？不可能，要让它，不可能。就是我看到的几只，我都现在都叫人家不要吃。我跟你说，最简单就是吃瓦卡曼豆，你知道吗？有啊，是大人四分之一剂量啊。对啊。主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吃，我说可以，四分之一剂量。对啊。嗯，有效就有效，没有效就没有效，你也不用吃太多。对。可是我传一个那个台北那个做的新抄的，你看一下。好，就是别家的。但是我把 Cola 主人的那个猫的 data 全传给你的，啊，等一下你再跟他谈。好，我有空跟他谈了。好，现在没有空，你打给他，他会一直打。他血管又长进去了。脑袋的。脑袋的。对，脑膜瘤的地方，在旁边的已经长进去了。嗯。我们现在等于是把讲解的数字啊，跟主人解释的，我们还会刻意做字幕给主人。对。比如说主人只来一个，他家里有五个。对。那再讲一次。啊，对，就干脆录音、录影、打字幕，然后你有问题就多看几遍。他看真的不懂，再跟我们联络，不然怎么办？讲五次。万一是那个东南如果跟他调东西的话，直接打电话给他吗？东南。对啊，找蔡医师就可以了。对，不管认不认识。对，要透过你吗？不用，找蔡医师就。不用，就哪家医院？哎，学长都乐意跟你们分享。了解。就是说你要调什么药什么的，对，你就跟他讲，他柜台登记而已啊。啊，他就给可以去这样。对。之前当理事长囤了一堆东西了，对啊，太多了，对啊，针筒他也帮你囤，哦，有缺就跟他调，对，因为有时候你办读书会，你要叫厂商赞助，然后厂商卖什么东西，你一定是加钱要跟他买，你怎么产品都跟他买，然后又叫他去赞助你什么读书会，你讲够可怜。PI 最多 1.69、哦、学分够了吧？我吗？还没有。我们今天下午一点有一场，你知道吗？四个学分了。我让他在家里录完影，就来了。我这一场录完，我学分就够了。就开着就对了，快了、啊，开着就对了。啊，对啊，开着。还有个月。哦。对啊，四月到期。因为这个月全年会就开三场了。这一场四个学分嘛，还有两个学分，两个学分，光全年会就八个学分，很快，两年就到了。人家说换照是他会帮我们换吗？还是我们还要？不用换，不用，不用。你只要学分够，他自动帮你换，自动帮你换，自动帮你换。对啊，但是不够，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不，他就跟我一样啊，够了够了，他就会记，一直记那个，以后就跟你说通知信，你的学分不够哦，他在12月17号之前你要修到120个哦，这样。他已经寄了 N 封给我了、哦、真的、啊、他怕你啊因为我大概认真上课是去年九月开始、嗯、那很晚了一两年就够了，之前我都没有在上，对啊，照这个模式就是伦理规范比较那个、嗯、所以我们至少怀疑的几个点他都有问题、啊、脑部确定有问题，纵隔确定有问题，心脏确定是有问题，因为心室虫我不敢跟你讲，因为这画面真的太差了。对，所以我常觉得就是我们做之前，我就脑袋就要知道它大概是什么病才对，而不是说因为你没有做，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病，应该不是这样。所以都是我们还是有加嘛，因为纵隔淋巴确定肿的很大，到1公分多了，对啊，哦，其他一样照这样开。
然后脑部多加一个 B12 嘛，米克堡，哦，然后因为1:1 高，哦，所以我们 ProSema 还是有开，但是我没有开得很重，这是两公斤啊，两公斤，哦，这是目前28kg，一个礼拜的总公斤数，哦，一天两次，啊，胃口，对对对对，一周的总公斤数，嗯，这样子去给药，所以 PI 大概1.69。心颅内压17，然后冠瘤大概84，哦，乳酸2.01嘛 ，SID 60，哦，气胸部分的胸水也有哦，然后重隔淋巴肿 MLNE 哦，0.64，它最大到将近1公分才对，所以他必须一直待在氧气房。我叫他回去准备好氧气，我们才让他回去。嗯，对啊，怕他回去又有状况。对，对啊。他那个气胸是只会好吗？哎，就是你氧气够多，帮他置换出来，他就会改善。但是你原因如果没有根除，他会继续来这样。嗯，我意思是说他有没有需要做手术啊，或干嘛，就是把那个对啊气，我就跟他说，如果后续如果改善的不好，就像你说的，我们再把它抽啊。对啊，埋管也可以啊。哦，对，埋管。对啊，埋管。我看一下现在哪一个？5104这个。你说要看赖对不对？嘿。好。行。5104这个。没有空间。5104。老师，我是传给你。传给我一定看得到。对。啊，然后那个群组的是刚刚扫的那一只，之前验的。好。这里吧。那个看不到。对，就是那三张图。桌面的那。这是那一只吗？对，天扫那一只。就新看台北的报告，对不对？嗯。这次的症状是什么？这一只哦，永春，突然很喘。永春是谁？你知道吗？张什么的？对，那是他送的。什么？你看他永春的医生送的。他上过我的课啊。哦，你知道？可是他感觉不是走你教的嘞。嗯。他那时候买一台日系的伊达比的。嗯。这个飞利浦的。对，但是你看他没有心电图的，啊，心电图没有记录，嗯，他不是走得很正派，FS 嘛哈，哦，FS 寡谁？他最后那张表有，他是说什么收缩分率增加，可是淤血性心衰受到矫正，心壁指数正常。没有，我要看数字，看不到数字。嗯。数字最后一张吧。嗯。还是说他给的？这个是他扫的，他扫的。
心电图都没有。他的采样比我刚站的少还要差。对啊。你看真米有的东西啊，真米有出来只有速度，你知道吗？嗯。对。意思是它只有测量速度嘛，就得到一个平均差，其他都没有啊。嗯。它完全没有量其他东西哦。嗯。它根本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做量化分析啦。心电图。下一个。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嗯，它只有 B 模跟 A 模的数值，其他什么都没有。对，都普勒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我们刚只有看到速度跟压力差嘛。嗯。它只有告诉你速度多少，主动脉出口、右心室出口、左心室出口这样而已。嗯嗯。其他什么都没有。那 FS 0.51，可是它。这样不是算高，算够吗？收缩够。应该是 over。嗯。应该是 over。嗯。对。这，他是谁你知道吗？啊？台大的。台大的。嗯。那时候十几年前我在台北开的时候嘛，他说超音波，超音波就是给三个药，皮膜片的，嗯，以那个不了，那是意思。嗯。他们意思是他们不用做，就是开这三个。啊，事实上你光看他们的数据也不用看了。嗯。我看不懂。说真的。他们也只有做，他们真正有数据只有 M 而已。台大就是给我这样的报告。嗯嗯。台湾大学。嗯，他只有给我这样的报告。台大都做这样的。台大是在比混的。我不懂。我至少知道他们心脏是在比混的。台湾大学。这张医师的报告也是有点莫名，他什么都没有啊。然后 FS 五 C 一样可以平我们的啦，他不管做不做都可以平我们的啦，对。那做的样子哦。对。阿西西 spare tone 的平我们的。而且他们做不做都给啊。就是这个啊。因为他只有做 M。阿西西跟 spare tone 是相搭的、啊。对。他们只有做 M 啊，其他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只有 M 的数字哦，其他有做跟没有做，要连心电图都没接啊，你光看讯号是哪一个都不知道的、哦，对。啊，所以就是给这些啊。我知道这个张医师是非常非常混的啦，那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我这边上课上了快两年了。他以前的女没有录影吗？啊，对，我下次。